你之前发布会说喜欢我，是真的吗？某个瞬间跳转了时针，跳转了时针的方向。我是不是应该说点什么呀？不打招呼是不是显得太绝情了？麦总，你去哪？我看片室，我去看片室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合约的事该怎么开口啊？麦总昨天晚上没休息好。嗯，没有啊。我凌晨五点钟还看见您给我朋友圈点赞呢。你起得挺早啊。麦总，昨天走得急，没来得及跟您说。其实解约的事情不着急。嗯，好。好。我发现我还挺喜欢这种团队的感觉，而且公司对我又很好，对我也挺好的。喂，妈，怎么了？今天是你生日吧？哦，对。麦麦呀，吃蛋糕了吗？当然吃了。跟谁一起吃的呀？和朋友呀。男朋友啊？你就别问了，妈。好，那我不问了。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啊。好，妈，你也要多注意身体啊。拜拜。嗯，拜拜。睡着了。时钟滴答滴答，围绕在我身边，迷失黑夜，想念记不清你的脸。别走。不知何时再见，心跳着红了脸，故事开始上演。生日快乐。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？你之前发布会说喜欢我，是真的吗？某个瞬间跳转了时针，跳转了时针的方向，是非你不可的命中注定。